場清算，歡樂現場。要你開心意，以後會有一同唱聚。鹹魚白菜也好好味，我兩口魚。Hello there, little one! Face it high.现在是标准时间晚上9:49。各位，去年前年楼价累积下跌一成半，终止了13年的升势。分析认为疫情缓和，美国加息步伐放慢，楼价今年有望反弹。疫情持续，息口趋息，加上宏观经济转差，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，旧年私人住宅售价指数累积下跌15.5%，是1998年以嚟嘅最大跌幅，亦都终止连续13年嘅升势。根据旧年12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跌幅2%，连跌7个月，跌至2017年4月以嚟嘅低位。按单位面积划分，只有1722平方米上升，大跌2.2%。有分析認為疫情漸見緩和，加上部分負面因素已經反映，今年樓價有望反彈。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導。另外，房屋局公布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潛在供應創紀錄，截至去年年底，一手私人住宅潛在供應增加至105,000伙，按季增加10,000伙，創紀錄高位。主要因為已經批出而未動工的土地和興建中的樓花供應大增，當中未動工的土地可以提供23,000伙，比對上一季增加6,000伙。建築中但未賣出的樓花有66,000伙，增加3,000伙。至於已經落成但未賣出，入貨尾增加1,000伙至到16,000伙。新聞提要報導完。珍妮師姐快樂提提你回家，將會10:30播出。節目預告是由珍妮師姐快樂贊助。